我们来到陆军十军团要来找我们的得奖者，那我们欢迎。大家好。那我想问学长，那保防官平常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呢？不外乎就是保命跟防敌。平常官兵有没有一些保命需要注意的事项？那用说的不如就用做的，待会我就带小编实际的去演示一次给你看，也让官兵了解保命的重要性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出发吧。好。学长，我们现在目前的动作是什么呢？我现在要把档案关掉。那档案关掉时，我们就是要马上做档案的加密。我们官兵千万不要贪图方便，去把我们的个人使用的账号密码写在我们的萤幕下方。如果遭到有心人士使用电脑，就会造成泄伪密的部分哦。那资料税销，如果在资料我们没有税断之前，不管是一般的资料、机密资料，都可能被有心人士去拼凑出一些他需要的素材，然后去提供一些不法的分子。所以魔鬼藏在细节里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哦。感谢学长今天教我这么多，那也恭喜你获得这个月人气吗？好，谢谢。有看到学长的那个投稿照片，有个可爱的小宝宝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还有漂亮的老婆说？哦，我老婆真的很辛苦，一个人带小孩，小孩子现在6个月，非常的可爱，每天都很想见他。很开心今天来到十军团找我们的保防官，那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单位喽。Go！ 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来到台南市后备旅，要来找我们的得奖者，那我们欢迎得奖者进场。Hello， 营长们，平常后备旅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？那平时执行这年度的交易召集训练。那另外在战时的时候呢，针对我们的作战地境里面的关键基础设施、重要军事的一个设施的一个目标的防护，以及我们反攻击战的一个作战，以维护我们民生的一个安全。那营长，我有看到你投稿的照片，就是美丽的老婆大人，是不是也是警察呢？是。那我们今天要帮营长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。好。马上欢迎老婆大人进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嫩，那我现在服务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上化分局，非常难得我们军警同框的画面，那我们一定要来测试一下我们夫妻的小默契啊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上道具，第一题是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，结婚纪念日。好，2月7日，2月7日下一题，第一次见面的地点，请问是想好的吗？好，庐山是一个地名，南投的那个南投山温泉。庐山，我第一次见面就去需要先喝茶，煮温泉蛋。非常健康的活动。最后一题哦，彼此的优缺点是什么？来，我们先看老婆的优点是不怕麻烦，缺点是碎念。老婆的优点是细心跟耐心，缺点就是优点太多，因为求生意是非常的强哦。Okay， 那我们默契大考验成功，要来颁奖啦！来，谢谢。营长有什么得奖感言要对大家说的吗？首先我要感谢国民弟兄跟这个网友的一个爱戴。下半年我们也即将执行相关的年度的重大任务，预祝一切顺利，男女加油。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说吗？首先我要感谢警察大人，我的老婆，今天特别请假来陪我一同来出席这样子的一个场合。每次我在执行各项工作任务演训的时候无法回家，能够把四个小朋友能够照顾得很好，家里一切都能够安排得很好。那营长夫人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宣导的呢？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呢，也顺便跟大家做一个交通安全宣导。那我们行经飞号之路口的时候呢，遇到有停字或者是闪光红灯，请记得停车再开哦。彰化分局关心您。OK， 我们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，大家要记得要遵守哦。那很开心今天来到台南后备旅来找我们的得奖者，那我们要赶快前往下一个单位喽。好。嗨，师兄，我们不是要去营区采访吗？怎么在外面？因为我们今天的得奖者呢，他现在正在请育婴假中，所以我们要直接杀他们家，给他一个惊喜。那我们就出发 ，Go！ 我们现在来到得奖者的家喽，赶快去找他。Hello， 恭喜学长获得我们这个月人气王，颁奖给你。哇 ，OK， 我们那时候还看到就是投稿的照片，就是老婆是怀孕，所以现在已经刚出生了。对，有没有什么可爱的名字？小可爱，真正小可爱，然后就人如其名，真正超可爱的。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个得奖感言。我要感谢五八炮子部的弟兄姐妹及电视机前的粉丝朋友们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那当初老婆都是自己去产检，还是老公都会就是一起陪产这样子？我会陪着老婆一起去产检，很开心，就是部队的长官的体谅，让我能每次都陪着老婆去产检。老公平常在家大概是什么样子？他很贴心，就是会煮东西给我们吃啊，然后还会做家事，也会很主动的去帮女儿洗澡，整个就是模范老公。我们刚刚在家中发现了这张超音波的照片，当初就是第一次只听到小宝宝的声音，跟看到这个超音波的照片，是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？其实第一次看到超音波的时候，那时候蛮感动的，然后尤其是听到自己宝宝的心跳声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只要宝宝健康就好。真的？那你在照顾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？其实最有趣的是每次帮他换尿布的时候，就觉得每次都很像在备战一样，就是动作要很迅速，确实我觉得比戴防毒面具还快。就是有时候你要帮他换的瞬间，就是尿布要马上就上去了，不然他那尿就会喷出来。对。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老婆还有小
朋友说的呢？谢谢老婆对我的包容与体谅，你和女儿都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。那夫人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老公说呢？老公我爱你。非常的简洁有力。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学长家里，然后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可爱。好，那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单位喽。哈，看到我身后帅气的旅辉了吗？我们今天来到的是陆军步兵第幺栋九旅，要来访问我们蜕变的得奖者，我们赶快欢迎他进场。大家好，那我赶快颁奖给你耶，恭喜。那目前上队多久？来这里大概两周。两周 ，OK。那你觉得跟新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新训的课程比较基础，然后也比较紧凑一点，然后来到这里以后比较针对专长的训练，自主学习的时间也比较多一点，然后也时间也比较弹性一点。那之后会被分派到什么样的职务？我是被分到四星组，能在国防照顾好大家的未来。那你有什么想对家人说的话吗？我爸之前也是在这个营区当兵的，他之前在这里待一年六个月，他也跟我分享很多自己的故事。我跟他讲，你儿子在这里过得很好。有话想要对你的同梯朋友们说啊？新训的那些同班同学，有的去外岛，有的去有的先自愈，希望你们都可以超级梦想前进。我们是小编车务圆满成功。如果想看更多帅哥美女的军服照，记得锁定青报脸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我是青报小编慈兄，我是二兵黄佑明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